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须弥顶上记赞品》第十四。第三大段，第二小段，寄送第五首看起。昨天我们讲过，这一段呢没讲完，我们继续来学习，先把这两首记念一念。法性本空寂，无取亦无见，性空即是佛，不可得思量。若知一切法，体性皆如是，世人则不为烦恼所染著。这两首是讲的真知，对我们真修行，真的想在这一生当中啊，能有成就，那这段经文非常重要，所以我们呢，不厌其烦的、反复的来学习。昨天给同学们讲到啊，入真知就是儒家讲的格物，七六观就是儒家讲的智知。你看看，格物而后知知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。我们细心去想想这几句话，然后自然就明白了，凡夫的心、六道众生心，心不正啊。为什么心不正呢？意不成。为什么意不成呢？他的看法、想法都错了。为什么意不成？没有智慧。为什么没有智慧？烦恼障碍了智慧。所以你要智慧先前，你就先把烦恼放下。在中国，古圣先贤是这样教导我们的，可是话说的容易，放下烦恼确实不是一桩容易事。那烦恼为什么放不下来？迷失了自信，自信里头没有烦恼啊，自信本来是佛啊。所以大乘教里面佛也在的开导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
在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，人心本善，啊，这个话是上古时代老祖宗代代相传的，夫子在2500年之后啊，对我们现在来讲呢，刚好是2500年前，我说500年后，那就是从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舜禹汤、文武周公算下来，到孔子2500年啊，所以后人称之为集大成者。把古圣先贤的教诲，传下来的教诲写下来，流传给后世，啊，使古圣先贤的教诲呀，不至于散失。啊，这是孔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见的大功啊，啊，无与伦比的功德啊，到又是一个2500年了，我们还能看到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感谢孔子啊。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，佛经上所说的原理原则跟我们老祖宗所传的大致相同啊，而且说的了更详细，啊，老祖宗叫我们从格物开始，有道理，啊，是对我们一般人讲啊，芸芸众生啊，大家都能遵守，记住老祖宗的教训，依教奉行，自己在这一生当中确实可以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，而给社会、给国家、给世界带来了安定，好评，那么众生当中也有不少善根深厚、才智过人者啊，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向上提升啊，提升到究竟圆满，那就是明心见性了啊，这就叫成佛啊，提升到究竟圆满了。这个事情不是奢侈，是每个人都应当要做到的。
啊，现在我们迷得重啊，迷得深啊，提不起来啊，不要紧。只要你能够啊，长时间不断的熏修，也许这一生当中就成就了。啊，我说个也许，没有说得很肯定，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个因素不在外面，在自己。自己是不是肯真干？自己要真干呢，这一生呢，就肯定成就。如果烦恼习气放不下，啊，想干，真干，干得不彻底，干得不究竟，那这一生能不能成就，那就有个问号了。啊，所以总而言之，这个权不在别人手上，在自己手上。这才跟你说真话了。啊，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佛，在华严经上讲呢，就是决定要成就啊，初住以上的地位。啊，初住菩萨就把妄想放下了。妄想是什么呢？起心动念。啊，说的简单一点，通俗一点，眼见色，不起心不动念；耳闻声，不起心不动念；鼻闻香，舌尝味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都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就是佛。为什么要不起心不动念呢？本来就没有起心动念，所以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完全回归自性啊，就是宗门里所说的明心见性啊，净土宗所讲的理一心不乱，就是这个境界。如果我们修到这个境界，念佛求生净土，是十宝庄严土，上辈往生。啊，不是中辈下辈，上辈往生。啊，我们学经教啊，学了半个世纪。这一桩事情呢，总算是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没有怀疑了。啊，那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为什么要起心动念？啊，我很想不起心不动念，可是偏偏会起心动念。啊，这什么道理？叫习气。啊，习惯了。啊，这个习惯不是这一生养成。无量界养成的，你看你现在想把它地下断掉，真的不容易啊，这不是假话。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古大德教给我们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好啊，所谓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念是什么？妄念啊，见色闻声呢，起心动念，这个念头起来了，不怕。怕的是什么？怕的是你觉太迟了。
啊，觉太迟了，你这个妄念会念念相续，这个就麻烦。如果觉悟的快呢，哎，这一觉悟妄念就没有了，就把它断掉了。啊，怎么个觉法？哦，这有84000法门。啊，觉悟的方法太多了。84000法门里面最方便的、最殊胜的、最容易的、最稳当的，无过于念佛。所以念佛是觉啊！啊，我们现在闻声起心动念了，这一下警觉到阿弥陀佛，把这个念头拉回来，归到阿弥陀佛。这叫真念佛人，这叫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念佛成佛了啊！成佛什么？念佛里头没有一个杂念的，不要说没有杂念，没有一个念头，只有佛，除佛之外没有一个念头。那佛呢？佛还是个念头。啊，这个念头不要紧，这个念头能断很好。能断的时候，那你就不必到极乐世界了，你已经成佛了，成究竟圆满佛了。啊，如果这念佛这一念呢，不能断呢，没关系，待业往生，待这一念呢，到哪里？不是佛身，凡身同居土。而是生十报庄严土，这地位高了啊！为什么？凡圣同居土带的业多啊，他带着妄想，就是起心动念，他还带分别，他还带执着，他全带了。那你今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只带一个起心动念，其他都没有啊。啊，所以这一点也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早年我在美国，啊，美国有一些人盛行不待业往生，叫消业往生，待业不能往生。啊，他们去查大藏经，啊，搞了一个小组查大藏经，大藏经里就没有说待业往生。啊，有一位老居士，那个时候80多岁的老居士，啊，跟我们李老师是好朋友，啊，住在美国，也是念佛人。他特地来问我，他说：“法师，有人说待业不能往生，那怎么办呢？”啊，我告诉他，我说待业不能往生，那没法子啊，就算了吧。他就愣住了，然后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不待业了是成佛了，只有佛不待业。那么你想一想，西方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他待不待业？等觉菩萨他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，是不是待业？啊，他这才恍然大悟了。观音、师至、文殊、普贤都待业啊，只有佛不待业。我说，如果待业不能往生，西方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。
那为什么呢？观音世至文殊普贤都没有资格往生，他待业啊。所以这个教啊，要细细去观了、啊，不能粗心大意把教误会了。然后问他，我说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讲待业往生？有没有讲三辈九品四徒？他这个有，这个就大藏经上查到。我说如果说是没有待业往生这一桩事情，这个四徒三辈九品怎么讲呢？讲不通啊。啊，不待业是平等的，哪有这种差距呢？啊，这他就明白了。啊，三辈九品的差距从哪来的？就是待业待的多少。待的少的往上升。待的多的那就往下面，这个就是三辈九品吗？就这么来的吗？啊，这个他就明白了，不再怀疑了，说好好念佛求生净土，决定有份呐、啊。啊，但是人家说宵夜，那个人来头也很大，在美国很有声望。啊，很有名气，我们也不需要得罪他。啊，所以我就说，那个人说不能待业，要消业往生，也没说错。那怎么没说错呢？哎，希望你多消一点嘛，少待一点嘛，你品位不就高一点吗？啊，那么这个话传进去了，我们也没有反对他。所说的全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确实啊，带的越少越好啊！你看看，三大类的烦恼，通通具足啊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具足。这个是生、凡圣通具足。极乐世界，如果这三大类的烦恼断了一种，执着没有了，啊，它还有妄想分别，那就生方便有余土，你看生了一级了，啊，假如说分别也没有，只有起心动念，它就生十报庄严土。这不就带着多少不一样吗？那么由此可知，消业很重要啊！啊，我们要忏悔业障啊！普贤菩萨的誓愿，那就是修学西方极乐世界具体的纲领。啊，你要到极乐世界去，你头一个要学用真诚清净平等心修离境诸佛啊，极乐世界不是一般诸佛世界，比一般诸佛世界高殊胜啊，那就是它是修普贤行的道场。你们看看无量寿经啊，第二品下莲居老居士会记的本子，他把这个经不长，也分四十八章啊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分四十八章，第一第二呢都是续品，都是续分，还没有入正宗分。在第二品一开头第一句得尊
普贤呐、啊，都是修普贤行。都是学习普贤菩萨教我们的十个纲领，这十个章纲领展开就是全部的华严经，把华严经总结成十条，就是普贤的十愿。第一条就交给我们离经诸佛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要真干呐、啊！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我们没有用真诚心，没有用清净心，没有用平等心，错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心里面想念阿弥陀佛，想求生极乐世界，实际上呢，跟西方极乐世界诸佛菩萨所修学的不相应呐、啊。啊，他们的用心是大菩提心。啊，就是我们常讲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他们是用这个心的、啊、这是佛心、啊、这是自己的真心 啊， 啊，我们常常讲自爱，什么叫自爱啊？用这个心就真正自爱，这是我自己真心吗？如果把真心忘掉了，我们对人虚伪真诚没有了啊，心里头有自私自利，有贪嗔痴慢染污了，清净没有了，看到别人总以为自以为是，共高我慢，平等没有了啊，在迷惑智慧没有了啊，不知道尊敬别人，不知道爱护别人，慈悲没有了啊，这样的念佛怎么能往生呢？啊，但是不能说没好处，好处是给西方极乐世界结一个善缘。什么时候能往生呢？到哪一生呢？你具足真心，真念佛，那就肯定往生啊！真心就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真心呢，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子的。迷了之后，这背道而驰，这错了。啊，回过头来。我们从虚伪回归到真实，从染污回归到清净，从共高我慢自以为是恢复到平等，从迷惑颠倒恢复到正觉，从自私自利恢复到慈悲。诸佛菩萨圣贤教诲没有别的啊，叫你回头就是啊。所以佛门常说的回头是岸 啊你走的路六道轮回，这一回头呢就是极乐世界，一回头呢你就见到自性弥陀，你回到唯心净土，都是现成的。
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了。啊，说的这么简单，这么明了透彻啊，可是听的人有很多人听不懂，听不懂什么原因呢？业障太重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所以舍弃就是格物，物就是物欲啊，啊，精神上的、物质上的这一切欲望要放下。我们常讲的也讲得很具体啊，很粗俗啊，我讲的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，这十六个字，这十六个字是我们遭遇的第一重的障碍，你入不了佛门。只要你还有这十六个字，你学佛再用功啊，你能背几十部大经，好像也在一教奉行，你这一生不能成就啊，为什么呢？这十六个字有一个就全有，十六个多句数，这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，这个东西不能不放下了，不放下亏吃太大了。啊，来生来世呢接着再学，为什么？你没有放下了，你留级了，你不能提升级，像念书一样留级，来生再学啊，那还不错啊，你能够修十善五戒啊，来生才能得人生呢。如果连五戒十善都做不到，好了，来生的机会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到魔鬼畜生地狱去了，那没机会去了。什么时候你的罪报报完了，你再得人生，遇到佛法再接着学，这个就是谚语所谓呀，一日破之，十日寒之。你这一生学，这一世学佛，你这一个差误呢，你到三恶道去的时候，至少是十几生，甚至于一百生、两百生，再遇到这个，再得人生，再遇佛法，你说你隔多长的时间？啊，不是生生世世记住，生生世世就是那还快啊。这正是佛在经上常说的，佛说老实话了，不是吓唬人的。佛讲人生难得了，佛法难逢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得人生不容易，得人生闻法佛法就更不容易啊！今天这个地球上得人生将近70亿，几个人闻到佛法，你就明了了啊？为什么要闻佛法呢？闻佛法，你一旦觉悟，不就成佛了？再不搞六道了，六道没有了，不但六道没有了，十法界也没有了。这是文法修行殊胜之处
啊，所以学佛的人，第一个要紧的事情，就是要真正有这个认知，你认识的人生闻佛法的艰难，你明了的人生闻佛法的好处，你真的抓到了，这条路是不好走，障碍很多啊，这障碍从哪里呢？生生世世啊，做许多善不善，给很多众生结的缘，叫冤亲债主，他不救我，那么他不救我，他就找你，就来障碍你。啊，那么这一桩事情，佛菩萨教导我们，祖师大德给我们做示范，要把自己的发心一切的修学功德回向给他们啊，也就是说我们把心量脱开了，我与我续世今生一切冤亲债主共享啊，不是我一个人享受，我有福大家享，哎，他也就很乐意了，那就不再找麻烦了，啊，这个路才能行得通，啊，有时候还不通，啊，有一些冤亲债主，大概是怨恨太深，啊，死也不肯饶你。他说我纵然堕地狱我也不饶你，你碰到这种执着人怎么办啊？没有别的，还是一个真诚的心啊，谦虚，这个非常重要啊，要知道谦是信的啊，你看这个易经六十四卦每一个卦里面呢，都有吉有凶，只有一卦唯有吉没有凶，就是乾卦圣人之道啊，与一切大众交往，这个大道理就是谦恕啊，自己谦虚，能够饶恕一切众生所犯的过失，不计较，不放在心上，这问题就化解了。常常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啊，你永远不能化解啊，会造成什么现象呢？六道轮回，生生世世，没完没了。你说这个多苦啊！你诸位要是看看文昌帝君胤祉文。帝君自己说的啊，他过去生中一十七世那个冤冤相报非常的痛苦啊，后来遇到了佛法这才觉悟啊，
承受果报，不再报复了，这问题就化解了。那我报过去，你再报过来，我又报过去，你又报过来，没了啊。你报过来了，我明白了，我接受，不报了，这账就了了。啊，这个事情不能要求对方，要要求自己。啊，止从哪里止呢？从我止，不是从对方。啊，从对方永远不能解决问题，从自己内心啊停止了。冤亲债主就化解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人了。啊，人要谦忍。要谦虚。要尊重别人。我们怎样尊重佛陀，用尊重佛陀这种心态尊重别人，为什么呢？他是佛，我也是佛。这个尊重是信德的流露，如果你是佛，你的信德自然流露，你对别人就是谦卑啊，这是信德流露。啊，傲慢不是信德，傲慢是迷失，严重的迷失自信，才会起这种烦恼。啊，自己好胜，啊，轻慢别人，跟别人结冤仇。啊，你就得罪，你言语态度上得罪人啊。你行事的时候无心啊，但是别人有意。别人说你羞辱我，啊，他存了一个报复的心，啊，将来遇到有机会，我一定要报复，麻烦你来了。啊，那报复的时候呢，给你更严重的羞辱。你能不能承受？啊，像这个忍辱仙人遇到割礼王割截身体，那是严重的报复啊。可是忍辱仙人的境界提升了，遇到这桩事情还是若无其事。啊，仙人对割礼王，割礼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呢，就是暴逆。那割礼王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暴君，指不讲理的、无道的昏君。啊，忍辱仙人对他恭敬。而且还告诉他，我将来成佛，第一个度你，以德报怨呐。啊，忍辱仙人
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，没成佛之前修菩萨行的时候，那个割礼王就是乔成如尊者，落叶云真的第一个开悟的啊，为这五个人说法。乔成如很聪明，头一个开悟证阿罗汉果啊，说明佛门里头没有妄语啊。啊，说话算数啊，他要兑现的啊，所以都是教导我们，我们都应该要学习。佛经里面通常称菩萨为仁者，你看我们在经文里面常常看到啊，仁者是仁慈的人，仁德的人啊，仁慈是菩萨了。仁慈的人，我们刚才讲了，那十六个字肯定没有的啊，绝对没有自私自利，绝对没有名闻利养，绝对不贪五欲六尘，没有贪嗔痴慢，才是真正仁慈啊！啊，仁者无敌啊，敌是什么？对立的，对立的。如果有对立的，仁慈就没有了；没有对立的，那就仁慈。与一切众生没有对立，与冤亲债主，他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；与天地万物没有对立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，一体怎么个对立法啊？昨天我们学习了的自信清净圆明体啊，这本书上所说的啊，这个是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啊，杜胜和尚做的。昨天跟诸位做简单介绍，今天这书找出来了啊，华严的分量很大的，我们想修想学啊，祖师慈悲呀！啊，把华严修行的纲要列入六个纲领，那就方便多了。头一个叫我们认识，认识宇宙是一体，所以就没有对立了啊，这样才晓得对立是严重错误啊，对立是严重的迷惑颠倒啊，宇宙是和谐的，自信，自信是和谐的啊，没有对立。然后你才真正能够待人如己啊，自他不二啊，才真正做到了个仁字。仁是什么？推己及人，
我喜欢的人也喜欢，我不喜欢的别人也不喜欢。我用什么样的心态对人，想一想人家用这个心态对我，我喜不喜欢？我喜欢别人怎么对我，我就怎样对待别人。啊，这叫忍呐。遇到困难了，困难不在外面，困难在里面，在自己。反求诸己。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上说得好啊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他人故。这是仁者，这是菩萨。别人没有过失啊，过失在自己啊。啊，自己不了解诸法实相，那就是大过失啊！不知道真相，那就迷惑，迷惑肯定你的思想见解有偏差，有错误啊！那么心里头有了问题了，就影响到你的言行、你的行为、你的言语，出事情。啊，所以过失在自己，外头没有。你要相信这个事实，要相信这个道理。啊，我们一般人看过失总是外面，哪里晓得是自己？啊，这两天有同学告诉我。啊，大概从网络上传起来的讯息。啊，说全世界灾难太多。啊，还有许许多多人为破坏了自然生态。所以使这个地球上的粮食大幅度的减产。粮食减产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，会引起社会动乱，会引起世界战争，大家抢粮食啊！你看看许许多多的战争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争夺资源。啊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实际上打仗解决不了问题。中国古人把这桩事情早就告诉我们，不患寡而患不均。啊，寡就是缺乏了，短缺不怕，怕的是分配不平均，就会起争端。啊，那么这个是就事论事，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在佛法。佛法只跟我们说了一句话了：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问题解决了，大家都不贪，问题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在中国，很多有年纪的人都亲身经历过啊，建国初期艰难的时代，
没得吃。啊，大家怎么样呢？大家不争。啊，也就能度过了。啊，社会安定了。人心还很善良，很本分呢。啊，开放改革之后，人民富起来了，社会不安定了，每一个人都要争了。然后你回头想想佛的这句话，你就明白了。真正解决问题，解决灾难的问题，要提高精神的素质，圣贤的教诲能帮助我们度过一切的难关。尤其是佛法。佛法给我们说，灾难从哪来的？灾难是从我们迷惑颠倒、心行不善所感到的。如果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是纯净纯善，什么灾难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境随心转。人人都有爱心，人人都向善的，五谷丰登啊！田地面积小啊，它产量多啊。如果心行不善，勾心斗角，耕田的面积大，产量少，灾害多啊！所以要知道，所有一切灾难的根源。不善的心性变现出来，为时所变，整个宇宙都是如此。为心所现，为时所变。